我的少年是清早促新的阳光，我希望何繁星成为我的女朋友，是干净缄默的星河。比我小10岁呢，怎么可能有戏？他走过光年，向我而来。只要你肯向我迈出一步，今后的无论多少步，有我走向你。 老黄瓜耍赌气，根本就是诱骗小男生。口水淹不死我们，但是能够淹死父母。不再触及，却依然闪耀。就因为我没你父母行，你想要告诉我，你这样的毛头小子不要再痴心妄想。我要跟合适的人培养感情，要走普通人走的路。 2020湖南卫视新春送戏《逆龄初恋》，田爱贺岁，特伦苏下一站是幸福，即将现映。是10年前的话，我一定跟你谈恋爱。现在呢？现在，有几个整天只知道早退、迟到、不请假的。 给我惹麻烦的家伙，你敢不敢再迟到？你说，你先松手。不走。跟上了所的女人。阿姨。张姐姐。她想要谈一场纯粹的恋爱。跟目的性强的相亲对象来，非常高兴能够认识你，还是我动手的。谁呀、啊？进来的实习生小鲜肉啊。你锁定，是你毕业以后。抢我吧。 其实我觉得，男孩子被长辈亲一下没什么的。既然没什么，那长辈子亲我一下。这在爱情面前，年龄本来就不是问题。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。哎，你关门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是怕其他同事看到。那关上吧。但是仓库这么小，我们孤男寡女的。那你快把门打开了。到底是开开还是关上？关上。好。 在爱情里，有人在徘徊，在迷路；有人在勇敢追求，一往无前；有人在四处奔走，寻找出路；也有人在等待，还有人在火焰熄灭之前，尽情燃烧着。那些过了30岁的女孩子们，她们不被挑起。 也不挑拣别人，他们期待拥抱爱，也期待被爱拥抱。他们是资深的少女。嗯？干嘛？嗯。 啊！抖音。